羽绒服上是不是太热了？要是热的话，我就问他们要点水去。到时候看吧。2018年冬，昆曲名家石小梅来到北京，其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打造的《春风上四天》系列演出，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连演三天。石小梅也将在此次活动中亮相。好，谢谢。石小梅退休以前是江苏省昆剧院的小生演员，她1982年拜沈传芷、周传英、于振飞三位昆曲表演艺术家为师，之后跟随几位老师学习了《牡丹亭》《石化教化》《西厢记》《游殿》《白罗山》《看状》等许多剧目。这些积淀为石小梅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她先后荣获第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8届文华表演奖等多项大奖，并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部授予长期潜心昆曲艺术成绩卓著的艺术家称号。在追逐昆曲艺术的道路上，石小梅成绩斐然。我梅花奖刚拿到，人家就来叫我去唱歌了。为什么？我一条好嗓子，他们就叫我去唱歌，我就没去。为什么？我当时我清楚的一条线，我唱歌一定是个三流，但是我要是坚持下去，我就是个一流，我就是个一流。无论石小梅多么热爱自己的昆曲事业，当日渐老去的年龄到达55岁时，她也只能如大多数人一般，从江苏省昆剧院退休。对此，石小梅曾回忆说，自2004年退休后，我一度感觉自己从此将离开舞台。此后虽然也陆陆续续接到一些演出邀请，但与我不过是零碎的娱乐。无力的言语中藏满了不舍与忧伤，石小梅注定是舍不下她的昆曲艺术的。2009年的时候，小梅有幸地认识了李冰，那么李冰请小梅到南京讲了10次讲座，那么李冰就觉得，石老师，你这个年龄退休是不是早了一点？咱们再做，因此在2011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成立，让石小梅重新拾起她的昆曲事业。7年时间里，他们已联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演出了10几个昆曲折子戏，并且推出了一个昆曲界目前唯一的注册演出品牌——春风上四天系列演出。春风上四天就是《桃花扇》里面提花的一句唱词：“春风上四天，桃瓣轻如剪。”又很美丽，但是美丽中间呢，又让人觉得好像有无限的那种感慨所以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春风上行从北大开始的，现在逐步的在向这个其他城市展开了，但是这里北大永远是春风上四天的一个基地。这一次，石小梅再度携《春风上四天》系列演出亮相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受到了戏迷们的热烈关注。石老师的《春风上四天》每年都看，然后只坐第一排。我作为一个即将要毕业的学生，我觉得我如果没有来看的话会很遗憾，所以就抓住了最后这一个学期的机会。这一次，石小梅给北京观众们带来的是她的新创剧目《二虚记·哭琴》。该折子戏创排于2016年，这是其第一次在北京亮相。
曲折子戏《二胥记·哭秦》，讲述的是春秋末期，伍子胥率吴破楚，危急时刻，楚国大夫申包胥只身赴秦，在秦国宫墙外痛哭七日，以说服秦国发兵救楚。该剧与石小梅以往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在这出戏里，她用九转霍琅儿的曲牌来演唱该剧，这在由小生行当主演的昆曲剧目中极为少见。像这样的戏呢，肯定是北曲啊。北曲我们来讲，那么是新水灵、陶陶灵啊，这桂林啊，什么什么，就是人们听得太熟了。而且我的这种北曲，这个我用的也太多了。我想要一个新的九转，我们小生是没有的，现在只有老生季振华唱的弹词，他是九转。唱这个我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我是真是挑战自己。吹笛子的石老师说：“哎，这个音不对，你帮我多吹两遍呐、这段唱我怎么搞的？我就是不行哎、我不行，你跟我就多吹，我就唱，我就死唱啊！”好继续待哭到天阴。石小梅用持续的努力，让自己与主人公申包胥合二为一，用融情于声的演唱，把忠孝仁义传进每一个观众的心窝里。她用一出《二胥记·哭秦》发声，告诉人们，石小梅探索和发展昆曲艺术的脚步从未停歇，她一直在路上。二胥记哭秦演出后的第二天，石小梅来到戏曲评论家郭汉成先生的家中，看望这位相识已久的老友。郭汉成先生曾做过一首七言绝句，曰：石头寒月照书眉，待得江声潮势来，一曲南朝惆怅事，桃花旧恨动人哀。这是他在看过石小梅演出的《桃花扇》题画后，专为他而作的。此后，石小梅每每想到该剧，都会想到这首诗，想到郭汉成先生曾经对自己的帮助。在《桃花扇》题画一折戏诞生之前，昆曲舞台上其实尚未出现过与传奇剧本《桃花扇》有关的剧目。于是，石小梅与丈夫剧作家张宏共同创作出该折子戏，并且携《桃花扇》题画一剧，参与了当时中国戏剧梅花奖的竞争。当时对自己这个戏的把握度还是应该说是有点的，但是你说去竞争梅花奖，我这个没有度，因为当时虐自己虐戏还在昆剧界还没有形成这样的风气。挂了，我那天是非常记得，那天不是梅花奖的评委看戏，当时郭汉老还有点发心脏病，但他说：“小梅，你这个病我不放心，我一定要看。”看完以后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小梅，我放心了。”放心了。昆曲折子戏《桃花扇题画》成功之后，石小梅乘胜追击，又创作出全本《桃花扇》，并且一演就是30年之久。小梅她塑造的人物让你放不了。侯朝宗那么长时间了，30多年了，今天闭上眼睛，他的形象仿佛还在眼前，就是他留下了一个不磨灭的形象，在你的心，在观众的心里，在我这样的观众的心里。而今石小梅已将这出代表剧目传授给徒弟们，自己则不再演出该剧，这对于喜爱《桃花扇》一剧的戏迷们来说，着实是一大憾事。然而幸运的是，石小梅昆曲工作室于2016年提出了一个一戏两看《桃花扇》的概念，他们从全本《桃花扇》中提炼出多个折子戏，让该剧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例如此次的《春风上四天》系列演出中就有一折《桃花扇逢周》。其实逢周在整个《桃花扇》里是一个过场戏，都不是很重要的一折。这一折逢周是张老师给了甄娘这么一个命运的安排，完全崭新的，而且就是由我来首演。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有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可以说是属于我的一出代表作了。桃花扇里面的好戏很多，如果演大本的话，这些折子戏就要让位，但是我们专门为他们来写折子戏的话，那么就可以把那些小人物啊用各种行当来把它表现在舞台上，使他们一个一个的成为可以被审美的对象。我觉得就是为昆曲的这个长廊里面增加一些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些人物。石小梅曾说，她从艺生涯里演的最多一部戏是昆剧《白罗山》，此次的《春风上四天》系列演出中也有该剧的展示，只不过故事里的主人公不再是石小梅，而是由她的徒弟施夏明出演。舞台上演出正酣，石小梅老师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侧幕，为她的学生把场。这样的注视和关怀，或许就是对传承最好的诠释。昆曲是没有流派的，但是石老师的表演风格都形成了他的这种石派。我们一直说他们是石门天团，就是他的那些徒弟啊学生，我们一直说你们这是属于石门天团的。而今石小梅与其工作室的伙伴们已经携手走过了8个春秋，他们不仅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次次崭新的观感体验，同时还打造出俘获戏迷芳心的《春风上四天》系列演出，在昆曲界吹起了一股温暖的未干的春风。人们期盼着这徐徐春风里裹挟着更多石小梅的精品力作，也期盼着这徐徐春风为昆曲艺术的明朝送来一重又一重的惊喜。春风上四天是很美好的，所以昨天小梅写了一篇文章来跟我商量，说取个题目吧。我后来问小梅题目叫什么，小梅说我们的春风上四天，我们的春风上四天。